把枪买那玩意儿干啥？拿枪打死我！我告诉你，麻子，你这么折磨我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你到底们想想干什么呢？到底怎么想的？我忍了10年，10年，人前光鲜，人后呢？他真是和你好了之后。 我才觉得日子有亮。你们家老板娘和李四，不是，折腾吧，看还能折腾出啥花样。你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个大活，杀了他俩。日后如果事情暴露， 替你担着，你替我处理的什么事儿？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死啊？